拥抱世界，从阅读开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风染白。万众期待的第十二届海外华文书市终于回来了。7月1日晚7点 ，KLCC 第一展厅主舞台，有我的关于梦想、坚持、初心、分享暨签书会。到时候我将跟大家一起探讨学习，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出席。大马的朋友，我们到时候见哦。